各位朋友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我来自云林县竹乡桂柳国小，那来到台北就发现台北区大地产。哦，这个简单的补偿60块，停车费60块，太贵了。啊，开车来这边了，要找停车位，到半个小时了。我带你这里停车费要多少？这个都不是问题啊，我们小朋友吃的午餐是7块，我告诉你，我停车位就我小朋友变成3个人吃了，这个算是一个大不同啊。那刚刚听完了北新竹北新竹六校长的分享，我就觉得，其实我们的教育界啊，大家都很努力啊，最好做给这些者。那我们学校情况和六校长情况是非常接近的。那我个人背景，我在台北市25年了，在政大学校10年了，是马英九的女儿，那个马维忠的学生，政大学校10年，然后在这里是15年，拿到台北市的校长之后呢，那因为父亲年纪大，80岁，已经中风，少小人家，那么校长我应该别误哈，老我看等应好，那么我一辈子后悔，所以我就放在台北市下来，不到云林县去，刚好云林县出任校长，结果出任校长以后，我被一眼骗的要死，说是空降校长。这资格不符，差点被贴下来。这个是有这样的典故。那我第一任我到了赤湖乡的桥头国小时候，我在那第一任的4年，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总台北下去，我在校长巡视的时候，我哪能皮的哈，好练哦，做这个包油的，老板会很重，因为赤湖乡那边指的是种大米、种蔬菜啊，好许多哦，一来来一来差，窗户关起来。我觉得这问题太严重了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老百姓进1万，进厂，然后一个歇1万。小时候我们要转油，都歇1万，都要撒药，非常的严重。那所以后来想想，那我们可以怎么样从教育的角度来协助，从社区然后协助小朋友、协助家长成长。那所以我在那边做的是，就带。刚好是一点机会啊！刚好有一个教授的爸爸中山这些人，有这点气氛的问题。然后呢，他就已经推行了2、3年的种植给经营嘛，一经营他经营了就半年，然后他又那冬天下这时候，他现在留下去的话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整个花来，他就是向日葵，这个波斯菊，也现在是观赏，其实他家当有机肥的。他这个也要来进去嘛，那这种需要学习有附近，所以呢，我就跟他合作，也点了转弯的好，那我们带学生去做大，这样子啊，那结果我那几年我们需要测试，我就会自己种的大子，还有乌龙叶，就是把坑转了，然后我转回了，那我们这样做，结果第二年开始，有赤龙乡的运营就得到全国十大经典好，就连续几年就得到十大经典好，结果玩得好的请出的地方，桥头还有经营，欧巴大主的经营，现在已经成为赤龙乡的在那里了啊，这样啊，因为这样做以后，结果这样的一个我一个一转进去以后，那因为我需要那时候我去卖，那有那个故事性嘛啊，因为在校长在什么去种稻，结果种光了啊，或者在看哦，最感动切切的是啊，竟然会变中南面起来啊，结果。也就是说，老百姓种的米，那一公斤才会两米，一块。我拿几个米吼，企业界的全部买起来，那一公斤两米大哦。哇，太好了！刚好我进去都那么卖米吼，所以我们那米卖就好卖哦，还是那个跟进所以这几年就有影响哦，就是我在桥头这边呢，这个米农活了，我们去弄这个桥种大，然后呢，我到桂林，我先到了桂林，就是古坑乡的山上学校。我们学校比六校长学校更小，我们6班，小朋友58人，平均分的长得好。不过这样的小校啊，在很多的县市非常多了。云林现在来讲，基本上一半已经好东西打半了。其实，这个少子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，非常巨大。那在我们这么小校里面，那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推动？其实很多校长、学术都有意
一些理想。那我要讲的是为了回想，这个我看因为内容嘛，我是觉得刚刚分享我们所做了很多做法是非常的雷同的哈，我老公关好不做。但原先来讲是我们学校是唯一的是有提供有机豆浆的。那我们其实也不是说我说校长去我想到想到标新立异那样子，其实也不是的哈，当然是我们原县的县长苏院长一个他就就以他提出农业首都嘛，所以其实他要求是全县各个学校想要爱有什么几平的地啊种菜，其实他是这样要求的哈。那对我来讲，其实我从台北下去以后，我不了农家子弟，我就怎么样的把这个这个环保啊爱酒店生意的事也该做，效果就很大啊。啊，因为现在很多学校都在做，当然成果是不一的。那我们学校来讲，目前呢，我们是一周每个礼拜是四书室的，光都少，什么假少，什么假少，那假少，有人那几天那些信仰，我们是书室，也就是不吃肉的。我们一个礼拜是四书室啊，这个在很多学校要推的时候，叫一周一素食也许可以的，两个素食就不容易了，三个素食哪里有出来的？对吧？关键很多学校做不到，那我需要一周四素食，吃的这皆大欢喜啊，给他们做饭，感觉我从你这边非常麻烦，我就来啊。那我们学校会受到这个重视，其实当然也是一点机会，是从一个媒体啊，这个是《中国时报》的头版。一个手工的标题啊，就这种节能减碳有多厉害，校长请吃牛排，水桶拒吃，这里，中国时报看怎样啊？我老我这么远，就是媒体就哇，大条一碗，我的头版头哎，谁叫这样的事啊？各个媒体都拿来吃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因为怕毒肉嘛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就是我原来在桥头的时候，我在马路边，我整条地方哈，恭喜啊，城乡落差很大。在台北市的小孩子啊，想吃麦当劳，后来已经习以为常。整条地方哈，后来一来，运动会比赛，说啊，你们吃什么？麦当劳。校长请我吃麦当劳好不好？好，来马公路。你看嘛，因为对我来讲是很难得，你整个云县要找到麦当劳店，错丁啊，丁啊。对，整个这么大的地面，那不如就了解，所以那知道是很不容易的事啊。所以我也鼓励我们，我在交流的时候，跟我们小朋友说寒假的时候我们就我们阅读了哈，解放军不能，比如说让小博士的校长去吃牛排，好，你看他们很有诱因啊。所以今天用这个机会来讲啊，很多人就为了要得到校长请吃牛排，要多读很多书。我在桥头这次是这样的，就那桂林之后那三区学校，换桂林国小，当然是我们国那学校，因为在学校小，那学校里面呢有很多的菩萨，正好是我觉得很多的老师，他们也就是有慈济的，然后有智的，就是信仰，反正就有那宗教信仰，所以他们就是学校就推这个，他本身就已经对吃素食的观念，所以他们学会也都吃这个素食。我说要怎么样呢？要怎么请求？那寒假的时候，咱们有没有要练书啊？阅读多少本以上啊？校长请这里面好不好？我能够好，不，这家校长我真难过哈。我说为什么？校长，我们老师说哈，没有说我们就都吃素食啊，我们要爱地球，就不能吃肉啊，所以我们这里要买。拒绝像吃牛排啊，所以我会觉得教育的力量很大。这个校长是反而对我从教育，我对我从教育我，我说是这样的，这个教育帮助很大。那我们学校来讲，就是说，我们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善的因缘啊，那我来了以后，我从这个。我们就每一种都有学校的一个主题发展啊。那像我第一年去我就说我们这个教育桃花源啊，
今年就贵在有机。哎，我们整个山区里面，因为本来我们桂林村那边啊，一刷布哦，这个云南我们阿公阿妈是不告诫你的，我们老人村啊，年纪都很大，那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养生村。不过在乡下里面，这个撒尿、泄尿还是很普遍。你干嘛？干嘛？我撒尿在正常家，现在如果他这怎么做？他做要撒尿，他要死的。后来都那你的就改家了。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不要撒尿啊？那前面够很多杂草，你那边有什么？后面当然是的。那个我们考察后，照考的习惯，不解的时候，他们这个想法。但是我们又想，我说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的教育的力量，然后让家长的教育有什么改变？所以我整个桂林村里面，我们在做的是贵在有机，我们做有机的路线。那基本上是从饮食开始的哈，所以在我们学校里面，我们做的是从场地到餐桌啊，那我们带我小朋友去种植，因为我们学校土地比较大，那我们回去种，然后呢来吃。我当然这个也做有些问题的，我们经常打那么多台阶，不要搞地，没有那么大。不过我们已经有这样的观念，那因为我们这样推。那么，像这个，因为这边像报道哟，那就是不得也知道，因为桂林国小，那个老那几个孩子四书史，这个就会受到重视。所以我记得去年，那个华谷山，他每年在国际里面都办一个环保爱地球日，一个宣导。这一次就华谷山的那个方丈，果冬方丈。打电话给我，校长，这个案例你就要去分享，那我们从能够做到一周四书史，我们会做这样的分享。那因为我现在讲说，我们怎么样的，因为教育界的这样的一个种子，那我们叫播种就其实是还是有那个影响力。他例如说，我们需要上个礼拜我们办这个55周年庆，那周年庆呢就是要对，那这像我的想法是。周年庆嘛，那个宣布要什么？全村的居民所有都能买，那个中华黑啊，那个都会这样的。那结果就有善心人士啊，就打电话给我，啊校长，我们学校推那个有机素食嘛，我们中午了，哎呀，我来管你咋办呢？啊，你们的午餐、你们的晚餐啊，全部都是要推有机素食啊，但是就是要素食啊，你要讲啊，明白没有？啊，当然很好，所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，我们那个会长说，到底是谁？那假说，那个假呀？你想的嘛？你按的嘛？你把那边进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然后不久都打算你连校长都用不起了。哦，那个他就说要帮我们推动这个有机素食，所以我们这个是到不了很土地工，不啊，啊，你也弄啊，对我们讲吧哦，啊，你钱也给出啦，啊，那个哪边工人舒适，啊，你也讲，啊，那个跟我讲吧，啊，我那我把他拒绝了，哦，啊，肯定有一些我一百万人，那个难弄，妈的，哈哈，好，然后后来呢，我们上个礼拜六办这个这运动会，就中午。我们50桌被抢光光了，我去买600多人了，要怎么着？晚上还是50桌，然后我们目的是说让家长知道，让所有人知道说我们的素食是这样子，可以这么好吃，可以这么健康。刚才我讲的中光一点，没有，那最后嘞都，然后在学校里面有做各种活动，我们在亲子教育会请像校长一样。营养师来帮我做解说哈，请医师来啊，你吃素食啊，吃素食，其实他的健康的责任，大国讲话赶快的啊，甚至有个素食里面的养分是更多的。其实我们的透过这种教育已经请家长来帮忙晚会的时候做给他们吃，我觉得很好吃啊，这种更加的推广啊，所以因为这样子的情形。所以会让整个教育的成果是展现的。那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
就很快的，你来看一下很多影片了。这边是三次了，因为事实上都已经是四次了。这个都一个都有这个连线，那因为时间关系啊，我就不再多做。那我们那时候乡村外面啊，就做个乡村啊，那小朋友就实习餐厅啊，我就做来吃。做这个做水洗成果，那我们也请这个云南公园骂得好，干什么好进场。我关注的问题，我各位进很奇怪，一旦让我们再进场，你各位云南公园。啊，这个很高了，因为你要插枝还是要有头尾之分呢、啊？他怎么懂都是尾巴就插下去了，所以这怎么长不起来、啊？所以还是要教了，还是要教小朋友这样、啊、那请这个他们的我们设计区了、啊、来教他们。啊，结果进来啊，他做黄爷的，他今天他有这成就感了、啊，我搞得还好啊，跟他感谢状啊，我们也是用这种有机的食品啊。啊，基本上你煮个呢，有些企业啊，他就比赛给人家养鹅啊，然后他们炒那鹅炒，用什么？用那个槟榔树的那个叶子啊，起来哈，那个这第二个这个哈，就是用当地的这个有机的材料来制作。那么学校里面都当然我们要这样做，要取得共识的，所以要同仁啊做一些的沟通分享啊，这样让小孩子去表达说，他们心目中里面的有机菜应该怎么做比较好？其实他们有这个想法，让他们去想，然后去他家里面讨论，再在学校来做，他们做了非常有成就感。是共同设计啊，都有经营啊，然后所种的蔬菜可以有机入菜，健康乐活。那这当然我要讲有好处，这个学校小。我是贵啊，所以静静跟他讲可以啊。他在打啊，我想讲他打就不要怕，不要紧啊。我恐怕是有困难的啊，所以小校有小校的优点啊。这个像这个右上角这个哈，你终于看到了啊，这个是什么？给我打啊！他们以前看到这个就好可怕，一脚都就把踩死。现在想想，不行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有可能就是独角仙女啊。原来不小心那时候是这样子哦，多年啊，原来这又就是这也是一个教育的一环。不然以前小孩子扣了别人的话，这好可怕、啊，就是这个傻子。哦，反过来讲啊，要爱惜万物，爱惜生活啊。那我们要和大自然和谐共处啊，要向大自然学习，有在生活中去成长。这也是我们的这个。有机肥，然后就落叶出一堆肥，我们就自己做。就是小老师带小朋友一起去哈，家长参与。我们这里是15米哈，然后要让你吃的更有趣，我们就带到我们那个人和走西啊，一天一夜去烤肉，我们不是烤肉，干一哦，我们是野炊啊。干净的菜，也该煮来吃了。我靠，干净该煮来吃了。我们种了花茶区哦，现在花茶是非常好的。当然也一样，当然我们需要应该是不及格，核心国奖啊。我们先一些媒体来报道这个。这个也是那个大爱电视台，大爱电视台，我就把你圈了活动，我今天六岁去做连线的，过年了，这边啊，那里正言法师啊，山顶啊，这边桂林国小，今天校长会请吃牛排，今天都聚集了，原来过不了啊，我你要帮我们宣导，所以。我们办的活动都非常顺利，整个实际的十几个校长帮忙，那这个怎么样？我们去打炮台去做起来，然后都是实际的，你看，有一个这样的学校肯这样做啊，那很多社会资源就进来，那这学校的环境很好，就得到这个县政府的我们去
这样的环境是最优美的。好，那这个是哦，就是我们也快说的快成年脱贫哈，所以我们定为贵有监考员的有机调查员，我们都是让小朋友去处理。再往赶光棍节就走了，这个天花板洗哦，操好没料，结果就因为赶快到走哦，那我怀疑他洗的嘞，干嘛的各人到走了，都走了之后。时刻到，也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嘛。我最近比较在思考，就是，我看到一本书了，就一本书我觉得很好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推书时啊，我们要给学童最好的健康。那我看到一本书，有一个哈佛医生的养生法，结果因为他是哈佛的硕士嘛，那也是美国的博士，那目前在慈济医院当这个主治医师。然后我看到书里面，他对这个舒适的推动是很认同。然后他也提到一个观点，就是说对那个餐锅餐具，导致我就是觉得，像我们推，从这个产地到这餐桌，没问题啊，我们自己做，然后煮一煮来吃嘛。但是其实这个过程是一个很重要的餐锅餐具问题。也许我没有注意到，那我去看我们的厨房，其实哈，这个城乡路展览，像我们厨房，这企业嘛，院长也是沿袭旧的。那其实我们有没有去注意到这个餐锅餐具是不是这个够健康够好？所以我看这本书里面，我看他提到了很多的观点，他说，其实他的饮食还有生活的种种问题。会令人心惊胆跳，因为呢，他发现说我们对餐具的选择哦，我们过程上的忽略，所以假使能够这样去注意的话，倒是比较好。所以我觉得我在学校里面我能够做的是，我拿出来对书写，这个书也给你看啊，这样一个好方面。然后呢，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小朋友因为受到我的教育的影响，然后他能够回去到家里面，让他家。啊，一你睁开眼睛哦，那就铝锅它在就，就那个比较高温的会产生毒素的，你弄不出你的，其实我们应该教育的责任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一点心，然后来带他们回去用，影响到他们的家长啊，这部分这餐具的那个选择哦，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教育工作者，假使我们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哦，能够像我和一个朋友之间能够这样。那些餐具哦，需要帮忙，我给你更健康了，我们当然会了。所以maybe我们学校会有这样的帮助嘛。例如说，最近的福智的慈心呢，到学校来找我。我现在我们家推书房做得很好，那这样我们现在也在推有机米，我送学校有机米，他目前在台北市，在基隆，他们选两个学校送有机米。然后其他呢？第三点是要给你现场找证来，我们送你有机米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你们好，当然好了，可能是有机米啊，当然很好。而且有机米，然后又变成等等啊，就说我们的小小的努力啊，应该是可以让这个教育会更加的好。那我这个吴校长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典范，那我需要领导人这样做，那也请各位那有机会的时候来。给我指导，谢谢。